你有没有身份证啊？有什么工作经验啊？有没有证明？ How long have you lived in Hong Kong？ 雇主要问多些身份的问题，才不会请错非法劳工。雇用非法劳工是严重罪行，违例者最高可被判监3年及罚款35万元。如有怀疑，致电入境处热线2824-1551，查核身份，雇主有责。